天意啊，让那时间吼，人都一举尊哦。很难过。很黏的时间，就按照再播出。哦、你很感伤啊。其实这个问题吼，大家都很关心呐、啊。是啊。对，我在想尽办法，将来保护让我们的居住的环境会更好。嗯、但是可惜呢，就是有部分的人呢、啊，他的资讯比较不明，结果丧失了好多的权益啊，好可惜耶。哎，听你这么讲，哎，啊。好像你又有什么新的讯息了？哦，呀，家伙吼，动动该环保哈，在精神就踢遍透然了。那是一定要的嘛，哎嘛。家伙，哎，讲一滴哈，哦，讲一滴的哦，哦，跟那个环保局啊，现在哈，他正在营造一个。 资源循环再利用的优质永续，最棒的居住环境，居住环境啦，这个鼓励你哈，多去绿色商店买那个低污染，可以回收、省水、省电，还是材料的。 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哎，我们去，哎呀，哎呀，然后让你看，然后你讲这个主持人哦，哎呀，你们来打扮都嘛该你嘛，哎，来得去环保标章，他敢看清楚哦，这个绿色的环保标章，伊都去买东西的时间哦，他看到哦，就是看，他就在这包装的哦，唔出哦，是那去买迄类种，哦，你啊哈，嘿啦，就在包装的东西，对，它让我们的地球更干净，而且我们低污染。 对，要清简单呐，就像安尼普通卫生纸般哦。我们的洗发精、洗手乳、沐浴乳，还有洗碗巾，有这个标签的哈，他敢说都在安心的来使用啦。是哦，嘿啦，我们以后就要买有这个的喽。嘿嘿嘿，还有，我这个是碳足迹标签啦。哎呀，啊，因为啊，有我。
可以促使企业家的产品啊，可以调整它的制作过程。那还鼓励大家啊，到绿色商店去买，买有这个标签的那个产品。就对了啦，就对了哦，大家有看到哈？碳足迹标签啦，啊，因为工知道那工厂哈，生产东西的时间，把这个哈碳排放量减低到最低，所以民众也可以用得最安心，达到那个最好的效率。对，哎，这又是什么啦？标签，我这个标签呢是节能的节能的，小朋友都知道，小孩子都知道了哈。他以前都说地球是一个聚宝盆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可是现在听到的通通都是能源危机，而且妈妈常常说水电涨价，汽油涨价了，还有好多好多东西全部都涨价了，真是不香。所以呢，各位在购买家电的时候，请选择有这个品牌的，因为呢，我会帮你们的荷包省很多。安那嘛节能标签哦，海迪啦，穿衣服行哦，他搞要买嘛个天使啦、笨熊啦、碎山鸡啊，他就要跟变频的嘛个，变频跟冷气的都买家电哦，出买哦，出那种机能来哈，这个可以节能哦，哈，他搞好嘿，搞个上千多钱嘞，这个小孩子都知道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水滴宝宝。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要用到水，请大家把我放在你的心上，我会保护你们，做功德又省很多钱，记得要节约用水哦。哎，高静嘛，我跟你讲，我跟大家讲啊，我们高原社区啊，哈，那个集会所啊，哦，那个马桶啦，还有水龙头啦，我们都改成这个哈省水标签的，哇，那个水费一个月哈就两个月下来都省一半以上呢，好棒哦！满腔爱苗哦，我们还做一个水铺满哎，哎，跟铁工们落雪雪在装起了，然后我们利用这个天然的资源重复的使用，哎呀，这个真是太棒了，好棒哎，真的是，你看了水滴宝宝节能标章、环保标章。碳足迹标签啊，你们一家子哦都把这都介绍完了。哎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你看看这个哦，这个叫绿建材的标签啊，就是要拜托大家在盖房子啦，老板啊，你在盖工厂啦，在装潢的时候啊，记得要使用这绿建材的标签的建材啊，才是符合现代的绿色生活。哎，但是哦，这样你们一家子介绍完了这些东西啊，但是我们现场那么多朋友，大家要到哪里才能找得到你们呢？呀，很简单啦，现在拍卖场哦，那个特利屋啦、红巴士啦、灿坤啦、大润发俩的哦，哎，全部都有。哎呀，都还没有啊。还有是 Seven Eleven 莱尔富全家。这就表示说哈，超全国超过啊750家的绿色商店啊，还有16大通路商哈，都买得到啊，所以哈很便利了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哦。对，您哈，我们桃园县环保局哦，好特别为了纪念这个，庆祝这个4月22号的地球日，所以把这个4月19号呢定为我们今年2014年的绿色购物的乐购月的开跑日，所以从这个4月19号都要5月31日，好，5月31号太紧了，都要绿色商店去购买有这个有绿色环保标签的产品，哎，都可以，哎，摸大奖呢，真的，这样好啊，来吧，吧，这个哈，这个有三重大奖哎，好，三重啊，有三重礼，好好，第一重哈，是会员礼，会员，你就登录会员去买这个绿色商品了，它可以打折，又加赠品。还有啊，第二种就是漏购礼啊，你凡是去买这些标签的东西，可以去上网登录
都大奖。对，还有第三重哦。哎，来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第三重，好吧，够，好吧，够。你要不要讲？我讲很骚包哦。第三重啊，叫做学习礼呀。大家知道吗？绿色消费学习单啊，亲子同乐摸赠品啊，哎，这么厚康的，大家都一定会去消费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消费啊不一定哦要破坏环境啊，所以啊，要如何消费才是哦我们真正要学习、要明白的一件大事呢？所以讲，你去买东西干时间，你听个注释哦，他敢看上个朋友哈，我去买东西，我大点目睭北京啊，我看啊有点啊多少 mark 的哈，个商品怎样来买，所以我们的地球会更干净。不要是我们日常生活的，你要给购买这些哈，有这些标签的东西哈，啊，那个省水、省电、低污染，都可以回收，反正这样子。高进哈，这个合作哈，绿色产品的，哎呐，不但哈可以省荷包哦，然后呢哈，又还可以做功德呢，啊，然后这个哈还可以实现呐我们绿色生活的理念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桃园县呐年底就要升格了，升格了，对，升格之后啊。那我们的绿色生活的一个愿景啊，就可以实现了绿色城市呢，对啊，所以哈，我们要一起，哎，你看我们这祖孙三代都一起做了，我们更邀请大家一起来爱护我们的地球，然后一起来珍惜我们的资源，爱护我们的环境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高原社区龙潭乡亲姐队。好了，张软料，张软料哈，谢谢，谢谢龙潭清洁队哈，他们有带来礼物的样子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的龙潭的清洁队有礼物哦，是不是？带来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挂钩哈，精美的挂钩，亚马逊组做的给我，好，那要什么礼物呢？叫谁啊？叫谁啊？这是魔法图啊哈，好，麦克风跟他们，叫马来东西，叫我们做的哈，好，大家注意哦，要